幼美音乐社当中，这十一位已经拢做妈妈的女性，陆续上台接受大家献花，嘛在台南分局提前度过一个真温馨的母亲节。女子本弱，为母则强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直留着我们母亲的爱心、关怀还有期待，所以借着这个日子，还有这个活动，来向我们所有的伟大的母亲来致最高的敬意。这个礼拜日虽然是妈妈的日子，不过未少女性也是必须要坚守职务，无法度来过节，所以台南分局才提前为合区内女性妈妈举办一场简单但是相当温馨的庆祝活动，有未少贵宾嘛全程来祝贺。所有的我们的在座的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跟我一样哈，都母亲节快乐，大家都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辛苦的，是喽。把厝的工作交予厝的人外头，啊，把恁专心照顾恁的全部分局的这些百姓哦，这真正是爱感谢恁。一个对我们远景哦，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鼓励哦。那我们远景呢，平时哦都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劳哦。那对我们大同的地区呢，都有很大的贡献。这特别日子，唔那是女性未少环境的家属，嘛拢是真辛苦的。都有环境对太太讲出感谢话语，嘛有人听个是真感动。我爱我爱他。啊，在这样子日子，你要跟他说什么？感谢你每天帮我洗衣服，非常感谢他们啊！帮我照顾家里。有音乐，有鸡卵糕，甲饮料，叮叮到了红桥用心，嘛好女性是真甘心。记者王真心，长报道。